蛋挞吗？哟，这次不带怀表了啊！空姐没修机子。鸟也不叫，留着过年。空姐修墓地，卖了。三连，这个黑妹我必须打了一刀，不然等会儿他要救人就麻烦。看来真应该吐这个黑妹一口，吐他一口他就好多了，没吐着，这很烦。他没怀表。别再换。
把它卖了，那卖了还能打个平。那这波肯定是要想走一个人，要么就黑面对着蹭猴。往小门走，小门找墓地，排地窖。这个狗屎运，戳了个球的运气。差点带错天赋，加插刀小能手，哎，失误了。兔斯慢了，伤啊！这一波
又没丝，又没技能。只有我这波守时，看能守不守得住了。守不住的话就输了。看来还是守住了，又没强攻，没治愈。还想救人？天资得锤，直接骚扰电机，等会来传送。
哎，我站的不动都能被干啊！调香师估计带怀表的，卖了吗？这么真实？ 开局失误太多了。 以后这个二货站的人不该抓了，你去那边去抓他必定白给，他把战役关直接往车那边跑，我不如去帐篷，太亏了。 蹭一下，蹭一下，哎，蹭个三层真难呢，卖掉了。
薄屏打的，那就是两个前锋在修机，很慢的呀。首先亮的肯定是先知，后亮的是空姐，卖掉了，走了。成一屁股丝，卖了。倒地放屁。双十一，那最后一台是人皇，我想吐他一口。如果这上椅的是个前锋就好了，可惜了。哎呦嘞！先把他挂了，不再挂空姐。走地窖，地窖双十一。哎，也不在地窖啊。还真想走地窖。不存在了，不存在了。
你是不停踩着我的尸体跑的啊，踩我尸。另外一边，板区后面，前锋，中了。还想撞啊！突然就翻了。
扎心了。真就百分百剧版啊，你不狙他一下，你是别想拿到刀的，这个是。
行了。半年不走，什么意思？在等着我传送，弹一首吗？亏呀，抽到没抽到，刀没拿到。哎呦，感觉自己在白给打了什么东西。
哎呀，慢了一步。我怎么感觉，要么就是佣兵，要么就是空姐。我先肯定先走。老能量不够啊，要不就是当前无法使用。差一点，
敢点呢？我要不是没巴斯斯，这两个人都走不了。哎，这里一个人呢，跑这么快。那我不着急啊。哎呦，我抢错电机了，我炸了。哪里啊，对吧？喜欢搞事情，喜欢搞事情，死锤你！
这是不翻窗，那这肯定是怀表的不翻窗。我拖一下追力。这把节奏不好，估计是没了。还有一个怀表，
就把他摸起来了。其实我刚才想抓黑妹的，但他往医院里面走了。 先知加乔香这个阵容真不好打，杰克。 跑得动吗你？ 交球了一把，如果有必要可以杀前锋。
他没球就没用了，废掉了。还不带怀表。真自信呢，先直修，要么卖。这还弹刀呢，兄弟。杀前锋就没打算赢，就往平局打了，这又是什么新鲜出现点呢？应该能走帐篷吧，帐篷应该会有人。黑妹还加速了，前面也得吹。这鸟。Thank you.
不好，就拿他，不好就逼他枪，真不好逼。除非我换金身。那这边要把前锋摸好，前锋再救一波。双怀表。 估计空姐想过来打枪，我也求机子。送那个。那我换人挂呀。 黑妹一旦摸好，敢过来救人，我就换金身。不过来我就不换。摸人呢。 猴子叫了，然后等备传送，没必要了。 黑妹救空姐救不动，黑妹救一挂死，两个人肯定要摸好。鬼屋左边。 你又救不到。 回去吧，空姐起身能起来，回去吧。空姐应该能起来。等一个误认，等一个追猎。
你以为你拿球我就不锤你了吗？哎呀，我炸了！ 炸的嘣嘣的，哎呦！ 他以为我要吐他呢。 没怀表了，你们这波要帮他扛刀了，正好拆他三连，真不错。 不用挂了，摸人了，治愈都有，然后是一突死，养成猴，扔煤球笛子去了。 我得把他生成猴给逼出来，太有治愈，我挂了。
没啥爱好，我叫开局杀前锋，哎。真的很，不是前锋就是空姐。不想追了。这到底是谁这么怂啊？板子全都给你下了，然后你要抓到他的一个滑板就是跑了。扎得好啊！完了，闪现失误了，轮贴了，哎，出人点太差了。
不是前锋就是空姐，头都大了。小门不去了。哎呀，他下个板子，他模型，他模型就不变中间去了，不认没了，真是。疯狂送他加速啊！我就是。我怎么透视了？吓我一跳！这球拉的是真的松，好了。那吃一道要的他老命一样。挂死就。看能不能拖住啊，拖住好像不行，要拦住，拦住了。这是一个怀表调箱。再说啊，平均以上了，不低。
跳地窖了，停了。哎，这个海边村点是最烂的，不要看见前锋了。 今天就是把球全用了，我也要你人命。没球了吧？ 没什么特殊爱好，就喜欢杀前锋。哎，多谢困兽之斗啊！
这把子不追不行了呀，重新修啊，并没有，那就是黑妹修，先自救，好卡呀！ 没有用啊，你又跑不掉。 传送一下，这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就很少给你丢双十一，然后往海边一走，空姐、佣兵。 真佣兵啊！<笑> 哎，又看到他一眼，你没加速了，你只能往板。亮的应该是空姐吧。 你这个货币弹的，你要被整死了呀，兄弟！ 这可真是个人才！优秀，你看他会不会弹的，反向一弹，那速度。
哎，就很赚。后遗症。都在修，走了。空姐现在成前锋了。空姐又过来救了。取消操刀，准备。空姐的屁股挺。刚才在海边看了一眼啊。到船上，好像可以装，我就不看红毯了，红毯百分百是那个前锋。水狗起来了。这么快的吗？真的不是核修电机了吗？秒救了！哇，这球槽啊！不能追了，再追没了。
没有二级火难打呀，我得想办法去搞存在感了。没有二级火拦不住人。